学员，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疫情啊，我们今天又严重了，整个的加拿大现在都是booming的第三次了，所以呢，大家真的是要保护好自己。第一是要尽量的在家里，第二呢就是强身健体。那么强身健体呢，就是首先是要做到什么？就做到要把我们的免疫能力增强啊。一个就是要尽量的怎么样，照顾好自己。那么情绪上、身体上，包括我们的饮食结构。啊，另外呢，我今天在我的群里面给大家也分享了，有一个叫享受啊，那个享分享的享 ，enjoy 的意思 ，enjoy 我们的怎么样子瘦身，或者是怎么样让你的身体能够啊比较 fit 啊。那么这个呢，我是有秘诀的。那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下课可以跟我来私聊一下，讲这个关于瘦身的问题啊。我会给大家出一些健身方案，包括饮食结构的处理方式，这个都是线下来讲。那么线上呢？我现在跟大家，不管是老学员还是新学员，我都来，每次都大家不厌其烦的啊！我再讲一遍，这是公益课，所以呢，我讲课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的能够来听课的所有人都能受众。另外呢，我们这个课呢没有分年龄，没有分性别，所以呢，所以我是讲课的时候，我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去讲课，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所以大家要体谅一下，我可能会比较细心，比较 repeat 很多啊，这个就是目的，为了照顾到可能有年长一点的，就是基础零基础的等等哈。那我们还有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每次星期五的这个八点钟之前，今天星期五就请大家呢，准备八点钟上课之前的一小时要空腹啊，尽量不要吃得很饱，要空腹啊，一定要空腹。第二呢，就是准备好你的器具，就是我们的瑜伽垫要准备好啊。我还有一个就是 Nancy 老师的瑜伽课的特征呢，是瑜伽只是一个代名词啊，用了一个时髦的语言，但是我的元素我融进了啊瑜伽、普拉提、竞技运动。啊，我们讲的 yoga and 普拉提，还有什么？我们讲的啊，这个健身房里的 exercise 这些东西，包括舞蹈的集训中的一些全部的过程，我把它全部 totally 加在一起了，是一个综合的训练方式啊。我们达到既要练 muscle， 还要练什么？练我们的柔软程度，这是两点都要练习的，这是跟传统的瑜伽是不同的。第三，我要声明的是，我们跟任何宗教没有关系，跟宗教没有关系，请大家注意啊。好，以后请大家准备好我们的这些准备练习的东西，可以准备你们的水瓶，准备两个，或者是呢，你直接有氧也是可以的。啊，下次我还会跟大家做一些球操，大型的球操也可以来做。啊，那么今天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开始。啊，因为很多小伙伴之前没有上过课。好，那我们第一步呢，我先做的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的瑜伽最重要的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什么？第一部分是呼吸 breath， 呼吸 and 冥想啊，呼吸 and 冥想是什么？ meditation 啊， breath and meditation 这两个结合啊。好，那么第三步才是我们的动作啊，关于这些动作 action， 这个动作呢是来 stretch 你的 body 的身体的。好，那我们现在从第一步 one step and two step 开始，前面两步开始。那前面两步是什么？先用最简单的坐姿做好，用来跟着我用简易坐姿啊，用你的右脚的脚心向内贴进来，收回来啊，然后再用左脚的脚心去贴右脚的脚背，尽量的这样贴，这是最简单的坐姿啊。刚开始做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膝关节好 strange， 好很紧，对不对？很 tight。那么没关系的啊，随着我们练习的次数 practice， 你慢慢就好了。所以第一次会这样子也没有关系。Don't worry， 不用关系的啊。好，我们现在来用最简单的坐姿坐好，然后用你的食指的拇指环形相扣，来，食指跟拇指环形相扣，轻轻的放在两膝之上。嗯，好，来，我们做一下，现在看一下你的坐姿是不是非常棒？嗯，对，要你的整个的身体要向上直立，包括你的颈椎要向上直立 ，straight。
Straight back 就是把你整个背把它拉直啊。那在第一次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小腹哦，这个小腹向内收啊，收进去，把胸向前推进，让你的后背成一个这样的形状，整个你的背，你的 back 就是是这样的形状。好，那我们侧面看一下练习老师的啊，看一下我的背，看我的背吗？是完全的平直的，对吧？哎，把我们的背不要这样子 ，no， 这样是错的啊。我们把背挺起来，挺胸把背。哎，对了，挺胸把背，整个的拉起来。好。如果你第一次练的时候，你觉得这个腰挺不起来呢，可以用一个这样小垫子啊，我们讲的小垫子来垫在尾椎，可以垫在你的尾椎下面，垫一点点哦 ，little bit， 小小的 ，little bit， 一点点啊，垫在这里。哎，你会马上感觉到。这个胸啊就挺起来了，这个腰就拉起来了啊！看到我的后背啊，我的后背是这样子，看我的背啊，你的 back 是这样子的啊，平的，保持挺胸。看到我的侧面哈。好，那我们开始做 meditation 啊，准备好，要认真的听我说，听我说啊，来闭上，轻轻的闭上您的双眼。Close your eyes， 闭上你的双眼。好，来跟着我从呼吸的调整开始的练习，学会用你的鼻子，用你的鼻子向内吸气，对 ，breathe in 啊，吸进去，慢慢的去感受一下，此时此刻呢，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慢慢的向内顺流直下，通过你的胸腔。一直向下沉，沉积到你的小腹，在你肚脐以下的一寸左右的位置，稍作停留，不要马上的呼气，好让所有的养分都最大限度的输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细微部分来。好。特别棒啊，来跟着我一点一点的开始收缩你们小腹，边收边向内挤压，用挤压的方式将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废气顺着刚才的来路向上回涌，直到最后通过鼻腔完全的吐尽。当我们再一次用鼻子向内吸气的时候，请大家跟着我一点一点的睁开您的双眼，调整我们的坐姿，进入今天的体位修炼课程。对啊，刚才我们做的这个呼吸的调整啊，这个 breath 啊，去调整一下，进去呼进去再呼出来这个呼吸，然后闭上眼睛，刚才这个呢就是叫 meditation， 就是。我们叫做冥想，用冥想的方式在此时此刻把你脑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take out， 全部都把它永久的就是放下一切的杂念，关注你的身体本我。好，那我们第三部分开始了。好，第三个部分就是做我们的动作啊 ，action 这个动作。好，我们现在呢可以，大家如果有基础的小伙伴，你可以尝试一条腿放上来。如果没有基础的就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只要是这样就 OK 好吗？好，我们下面这一组开始呢，把健身中心的有氧训练的一部分和健身的部分放在我的瑜伽里一起来做。那这部分呢我会加上哑铃，大家呢可以呢，你拿，如果没有哑铃你可以拿两个水瓶，都可以啊。好，我们先做这部分about 你的颈部这一部分啊，颈部、胸部以及你的两个手臂啊，这三大部分。OK， 好，那我们开始。我呢是可以做成这样子的，大家可能不太，这个动作呢不是要大家先做，你们用最简单的坐姿啊，我是可以这样子做的啊，可以这样做。好，那我们第一部分叫肩颈运动。哎，肩颈运动是什么？好，我们开始啊，把两个手
先把胸提出去，两肩向后，夹紧，向后夹紧，把胸挺起来，我的双手抓着你的小哑铃，把你的颈部要向上拉起来，后背拉起来，跟着我吸气，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就慢慢的 slowly slowly 慢慢的平举双，对，好，我们来做五次，每次都是做五个，好，来 five， 呼的时候呢放下来，吸的时候 breathe 的时候呢就四 four， 这是第四次啊 four。慢放啊 ,3,2, 好，最后一次啊 ,1, 再来一遍 ,OK,keep、keep 在这里之后呢，我们把手翻过来，看到我的手背了啊，让我们的大臂小臂成90度，也是 5,5, 嗯哼。4 and 3 2 1 OK perfect 哈，特别棒哈，你看你的手你的身体已经开始发热了，我就已经发热了，好，继续哦，好，我们现在把手变成90度之后，看一下我 keep 这个 night grip， 你看这个90度之后，让你的肘关节双肘并拢，看到没有，并拢90度并拢啊，我们也做五次 5 4 3 2 1，好，特别棒啊，向上推啊 5 4 3 2 1，好，不要停哦，我们先把两个手竖起来，要练哪一部分呢，大臂刚才练的是哪一块，刚才练的是后面这一块头三角肌，现在我们练这里啊，这个地方这个部分呢也容易掉下来，现在为什么要练，因为我们夏天快来了，我们经常说女性啊也好，或者是男性也好，到了夏天穿衣服会有什么蝴蝶袖、蝴蝶肉，我们叫蝴蝶肉。OK， good， 好，我们现在来举下啊，尽量向上，然后呢，大臂不动，只动小臂，来向后，对，那用这个，其实用力的部分呢是你的大臂的前臂这个部分在用力啊，我们大家知道是哪个地方吗？这一块在用力。你看我在这样做的时候呢，是这一块肌肉，这个 muscle 呢，它就在运作啊。我们是为了让这块蝴蝶不要掉下来，这蝴蝶不要掉下来。好，那我们准备好啊，我们做好准备并拢，来 5 4 3 2 1。好的，我们坚持住啊！好，我们来。如果你的手上没有东西也没有关系，手上是空的也没有关系，就是两个手 hold 住啊，你把两个手 hold 住 ，hold 紧就好了。哎 ，yes， 好，我们开始来做，把你的胸向前推，3 2 1，好，推胸之后呢，来练颈部啊，你的 neck， 来，我们准备好了，吸气保持不动，呼的时候将颈椎向后仰。用你的下唇去咬你的上唇，可以锻炼颈部乃至面部所有的韧带肌肉，后脑勺接近你的后背，用鼻子吸气，吸气，颈椎带动头回到中间，保持大臂夹紧，来，颈椎向前伸，用下巴去找锁骨来伸展颈部后侧韧带，手臂不要掉下来啊，继续坚持。好，我们来吸气，
做好准备，呼的时候呢，将两个手夹紧，向左侧延伸出去。我们 keep 住在这个位置上，倒数 5, 4, 3, 2, 1，好，我们起来，呼一次气，保持不动，向另一侧来开始啊，锻炼你的右侧线，来，向这边，坚持啊，5, 4, 3, and 2, and 1，好，我们起来。哇，你会感觉到你全身已经开始冒汗，因为上面很酸、很酸、很胀啊，酸胀。好，把手打开，两手保持肩宽的距离，跟着我呼气，向后打开，慢呼，slowly，slowly，慢呼放，慢放啊，慢慢的打开。好，来，做好准备，慢呼再慢放。好，你会刚才这一组哦，我告诉你，练习的是你的颈部这一块儿，你会感觉到刚才这组肩颈的练习呢，会对我们的手臂、颈部、颈椎、整个的颈椎，包括脸部啊，face，你的 face，整个肌肉会拉得很紧啊。那而且呢，我们的 muscle 会建立起来，主要是。build up 我们的 muscle 啊，build 我们的 muscle，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就会有什么样的力量？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啊，一看就是很紧实的样子。所以呢，想让自己健康又比较好的话，我建议大家是既要有柔软，身体要 soft，你的柔软度也要有什么？有 muscle 的力度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让你的身体变年轻而且有力量，其实是一定要有肌肉的支撑。好，我们刚才这组记住了，是练习的手臂这一块，手臂这一块还有颈部非常重要。来，我们放松一下你的 shoulder，那我们放松一下，两肩放松。好，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放松你的脚跟，大家已经感觉到这个位置特别难受了，对吧？好，我们放松，relax 一下哈，我们把脚打开。呜、哦，好多人，大家如果刚开始没有这么做，你就这样子也是，这个地方也是很难受的。所以其实这个是锻炼，第一次跟 Nancy 老师学，你可以检测出自己身体的各个关节部位是怎么样子的啊。好，我们现在来放松一下，放松的方式呢是把两个脚打开，踩在地板上，这样你让你的血呢 blood 就流到你的脚底，这样的话你的脚就不会那么容易的麻和难受。好，现在脚心踩下去之后呢，我们环抱一下你的双膝关节，抱一下，放松，relax 一下啊，吸气，吸气，and 呼气。好，那我们慢慢的把颈椎拉起来，好，把这个左脚向前迈一大步，将右脚呢穿越过你的左脚，你看像这样翘二郎腿一样，对吗？交叉一下，好，交叉一下。好，来伸展一下，再次深度的伸展一下，把左手放在你的后侧，撑住，哎，撑住，哎，撑住，把胸挺出去，然后把你的右手臂，看我的身体啊，在45度的位置上来向上伸展，拉到天花板的方向，拉上去，再拉上去，好，拉到天花板的方向，再将颈椎呢向上拉，眼睛去看手指尖或天花板的方向。好，来，呼气的时候呢，上面的肩主要是练习肩部啊，肩来，三，two，one，哎，对，让你的肩得到一个灵活的放松。好，来，呼出去，再打开。我们换边，换一侧啊，换这一边，change 你的方向，换另外一侧一模一样，右手放到后面去，左手伸展上去，拉伸，包括你的颈椎，拉上去。好，我们现在来这个肩，3, 2, and 1，绕一个大圈，然后再放松一下。放松，
吸气和呼气。好，那我们现在刚才做的这组呢，就是肩颈、你的手臂和你的肩部啊，甚至是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呢，长期的电脑的工作者和反正是总是一个动作的，大家会有什么？肩颈、肩周炎、颈椎病，就是因为这部分的血气呢不能通啊。我们通过这些动作呢，可以让你的血循环加好、加大，会让血呢供给到你的头部，而不引起你的脑部缺血、缺氧，而引起你的头晕或者是手麻啊。这个我们叫颈椎病啊，肩周炎、颈椎病。刚才这一组是特别能帮助到大家的，希望大家长期能够坚持做。好，我们下面一组呢，该做的是腹部和大腿的伸展运动。来，把你的双腿伸直。我们来下面这组呢，stretch 我们的什么呢？stretch 我们的stretch 我们的这个双腿啊，看一下我们的双腿伸直。最主要是这个膝关节这个部分呢很紧，哎，好，我们这个地方很紧呢，把这个脚腕勾起来，用力的勾回来，勾脚腕。就会感觉到下面这根筋啊，特别的烫啊，特别紧啊。好，我们要做的是这个动作叫背部双腿，看双腿，然后背部伸展式。好，我们来做，让你的上身与双脚成90度，然后双手胸前合十。对，用你的手掌啊，手掌用力的 touch 啊，向中间 touch 啊，挤压。来，准备吸气的时候，顺着鼻尖伸过你的头顶，勾脚腕。好，来向前伸展。这个时候呢，注意不要低头，no，不要低头，而是头向前看。然后呢，上身向前伸展啊。伸展的时候呢，上身与双腿要成大概45度的角的样子啊。那压胸部分，五、四。Three, two, and one。好，我们 keep 在这里啊，keep 久一点，keep long time。我们在这久点，五，five, four, three, two, and one。好，那我们慢慢起来。其实很辛苦，很辛苦的啊。我们再来一次，来，一定要压胸，保持后背平直。收直你的小腹，上身与双腿保持90度，45度，现在45度啊。Five, four, three, and two, and one。好，起来。好，两个肩膀向后打开。好，来，我们的双手呢放在你的臀部这个位置上。好，今天我给大家做一做啊。好，准备好。下面这组呢，是把你的手肘、肘关节，yes，肘关节放在你的垫子上，看，用你的手掌呢撑住你的腰，对，撑住你的后腰，好，把你的胸向上推一次啊，three and two。One 三次之后，再把我们的颈椎向后仰，彻底的放松。Yes，放松之后，来把你的双腿收紧，try 一下，大腿用力向上抬，keep five and four three two and one，好的。抬头，特别辛苦，对吗？好，来，向上升起来。好，我们再来做一个双手撑住地板的，来，夹肩挺胸，夹臀。Five, four, three, two, one。好的。好辛苦，对吗？好，来收回，来抱膝，抱膝，好辛苦，好累的，对吗？但是哦，可以对你的肩、
后背、胸、腰，所有的部位都可以练习到。好，那我们现在来伸展一下，双手呢撑住地板之后，我们现在啊来单膝跪立，看一下我们单膝跪立，大家看一下我的单膝跪立。准备好，单膝跪立是什么样子的？看我这样子单膝跪立之后呢？对，好，来看一下，左手一个手呢撑住地板之后，啊，撑住，五个指头撑住啊，好，来伸展整个的你的侧线，从你的脚尖一直到你的手臂伸展出去，伸展，对，好，你也可以用手掌撑住，也可以的，伸展，伸拉伸长，对，拉长之后。再加大一点难度，是把你的整个身体向后弯，carry 你的身体，好，收回来之后呢，换一个 change 一边，用这边也来伸展一次，也是一样的，注意你的身体拉长，看到没有，很长很长，非常长，拉长，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弯，向后弯一点。加大力度，拉长拉远，好的，我们现在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呢，坐下来之后呢，我们略微的休息，用最舒服的姿势吸一次气，调整气息一次，吸气，呼气，好。棒极了！下面我们这一组呢，要做的是也是来伸展你身体的交叉的这种灵活度哈。第一步呢是看一下我们的脚，我们的双脚是将左脚向前迈一步之后，右脚穿过你的左脚啊，cross，把两个腿，for cross road，两个腿啊，cross 过来，你看交叉了，对吗？然后你的双手抓着两个脚腕的部位来向后，看到了啊，哦，good，好。那么现在你来看一下两个腿交叉的时候，是这个位置哦，脚腕向外打开，像一个水牛的脚，所以这个动作有个名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字叫牛面式，就是水牛的面。看一下这个位置啊。两个膝关节，两个 knees 啊，在 together 在一起，两个膝关节在一条直线，在一条直线上，而且这个位置呢，正好是对着你的鼻子的，对着你的 nose，就在这个位置上啊，中心线在这个位置上，好，把你的胸挺起来，哎，上身直立起来，好，准备好了，挺胸板背，然后伸直你的右手，由浅向上。拉长，拉长，再拉长，好，弯曲你的小臂，注意看这个位置哦，这个位置要向上啊，straight，有天花板的方向。好，来，左手由前向后，到360度到你的背后交叉，呼气，来弯曲你的整个后背。吸气，拉起来，好，双手放松，绕肩，特别棒啊！好，来，我们换一个腿啊，刚才是左腿，是 left，现在换一个右腿，right，换一个右腿，右腿向前迈，左腿交叉。来，瑜伽所有的动作呢，都是里外上下左右的对称啊，所有动作我们都要练习到，要起到身体的 balance 啊，我们要身体要 balance 哈，准备好，也是同样的，就是反方向来一次，好，左手向上伸，弯曲，右手由前向后。呼，吸，放松，
伸直手臂，向上拉，绕肩，双肩由前向后绕。好，太棒了啊！好，我们现在把双腿放松一下，再次休息，吸气，呼气。下面一组呢，我们要做的是猫伸展式，跟你的腰部后背有关系。刚才是拖两个腿，对吗？啊，好，我们在做准备做下一组之前呢，先来做一个蝴蝶式啊，对我们女性的整个盆腔，包括我们的整个小腹内的内循环是非常有帮助的啊。这部分呢，请大家看一下双脚呀，对着啊，两个脚心对着脚心啊，双手 hold 在这个脚腕这个位置上，然后向回拉回来啊，对，离你的裆部越近越好。现在要感觉到的是这个位置，看到了吗？这个位置非常的紧啊，非常的紧。哎，对，有些人这个位置特别紧，我们现在把它放松一下 ，relax 一下。哎，对 ，one two three four， 回它，对 ，shake 啊，这样三下 shake， 像蝴蝶，对 ，butterfly， 对，这个就是蝴蝶式，像 butterfly 一样的晃啊晃啊。对，好的，来，我们现在呢，来。两边忽悠忽悠一下好吗？好，来，我们双手呢抓着你的脚尖部位，然后呢抓紧之后，我们开始呢用你的小腹收缩去贴近你的脚背，贴近你的脚背，注意哦，不要低头，不要低头 ，no， 不要低头，一定要把你的颈部这个位置要拉伸。我们这个颈部要拉伸，拉得很长，脖子啊，把这个肌肉拉直，包括你脸部的肌肉撑展起来。好，来挺胸，拉起来，拉起来，对，好，伸展一下。我们现在准备好，双肘呢向外打开，我们向下，五、四、三、二、一。做到自己的最痛点啊，最疼的部位。好，吸气，慢慢的起来。对，刚开始做的时候，第一你会发现两个膝关节放不下去，因为这个部分太紧了，所以我们可以来放松一下 ，relax 这个部分，敲打一下，敲打放松。对，加练习的时候把这部分敲打一下，让它更松软一点啊。第二部分呢是你的臀外侧肌，这部分呢也比较。如果很紧也是做不了，这一动作呢可以检测出你的腕关节、虎骨沟关节这个位置和大腿的肌肉以及臀外侧肌的肌肉是不是很非常好，是不是非常的flexible， 是不是非常有弹性啊。我们再来一遍，来 shake shake 啊，来，我们就开始了，再来一次 one more times， OK， 对，呼，慢慢的啊，慢慢的下去，好，吸气，棒极了。好，现在我们将双腿并拢，抱膝休息一次，吸气和呼气。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下一组动作，跟你的后背和腰都有关系。现在呢，我们先做的是双膝跪伏在这里。好，这部分呢是做准备好啊，双手撑在地板上，保持肩宽的距离啊，然后把两个腿呢蹬直出去，你看一下，像登山一样的蹬啊。好，两个手臂保持肩宽。好，我们现在把这个腿蹬直，夹臀。哎，让你的身体成一个斜面，非常用力，这个是专门锻炼我们的核心力啊，我们整个小腹的核心力。对，坚持一下， hold 住啊，五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好，我们再试一下，肘关节撑地。也是做五次 ，five, four, three, two, and one。好，来，我们现在起来，还特别好啊，双膝关节跪立，休息一下，然后把你臀部翘起来，翘臀塌腰挺胸，然后把你的颈部啊向天花板的方向放上去。好，那我们现在呢？再来，将一个腿蹬直出去之后，踩住地板，开始做下一轮。来，你的右腿抬起来，你的右right left 抬起来。好，我们来练一下哪个部位呢？主要是练习一下你臀肌这部分的 muscle 哈，我们来做一下，来，做五圈5 4 3 2。One 也是五圈，你的臀就很酸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现在将两肘撑住地板，好，继续将你的腿向上抬，抬到头，将你的头顶住地板。Five, four, three, two, one。好，抬头，然后两个手起来。迅速的收回，好，你会感觉到臀部特别酸，对吗？好，我们来 relax 一下呢，就把臀向后，坐在你的脚后跟上，放松一次，这样可以伸展伸拉。好，抬头，我们再做另一条腿，change 另一条腿啊，左腿 for leg。Left，好的，也是五次，five, four, three, two, and one，好吧，好，肘关节撑地，头顶住地板，也是五次，每次都是五下，five, four, three, one，OK，抬头，好的，迅速收回，放松，你会觉得臀特别酸。那我们休息一下，来翘臀塌腰的时候呢，小腿夹起来，头去看天花板。好，那我们现在低头的时候呢，再把你的腰向上拱，拱腰，含胸驼背，来彻底摆放下，放松整个的脊柱。最后一次呢，慢慢的吸气，下沉尾椎、腰椎，抬头，挺胸收腹。好，那我们现在做下一个动作，下一个动作叫下犬式，也叫顶峰式，可以全身心的来伸拉一下，从你的脚后跟开始，一直到颈椎的一根筋，让它特别的松弛啊。那么这个动作呢？大家准备好了，两个脚尖点住。第一个 step 呢，我们先伸直你的双腿，straight leg，好，伸直。对，好，伸直，继续伸直，对，伸直。然后我们把这个脚尖踮起来，拉大，把你的背啊，straight 你的背，伸展你的背部，五、四，来啊。记住也是五次啊，来，5 4 3 2，最后一个 one，对，拉到头，对，好，好，我们伸拉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腰部向后弯，最难的一组啊，好，来把脚。脚伸展之后呢，打开，啊，向后弯，你的右手去勾住你的脚后跟，然后手向上伸展，对，伸展你的腰部，让你的腰伸展一次，向后弯，好，呼气，换一边，switch，另外一边啊，好，
好，来，也是向后弯，来伸展。这个手呢，我们撑住啊，这个手是90度，来向后弯，向后弯。好了，伸展完毕，那我们就站起来，好，站起来，准备好，我们做下一组的站立的姿势。现在最后一组 final 的时候，我们要做一组站立的姿势，stand。啊，stand up，这个站起来的姿势是专门练习你的强壮我们的大腿的肌肉。把我们手撑在腰部，好，把重心移到一个腿上去。对，一个腿，重心在这里啊，把这个腿腾出来，然后呢向上伸展，抬高。好，我们可以 hold 住你的脚腕，来踩在你的裆部，你可以 choose 一个。position 踩在这里也可以，或者呢，choose 这个位置，再 easy 一点的地方呢，就在这儿，最 easy 的地方在这里啊，你看一下哪里最 easy，one and two and three，随便你选一个，depend you，看看你选哪个啊，好吗？好，来，准备好了，打开双手臂，胸前合十，半蹲。One, two, three，好，我们起来，双手伸展上去，太棒了啊！好，我们放松一下，relax 你的腿，然后打开你的双腿，OK，good，然后双手打开，蹲下来，注意让你的大腿向下压到极限，嗯，看一下这是90度哦。好啦，现在保持 five, four, three, two, one。好，呜。刚才我们练了什么？大腿，所以我们要敲打放松，relax 的大腿，大腿，大腿。好，最后再把左腿练一下，我们这组整个的组合就完成了。准备好了啊，将你的重心移到右腿上。Switch 你的 switch 到这边来了，来拉起来，来，你可以 choose 一个 position，踩在这里，或者是这里，或者最 easy 的地方，it's okay，啊，no problem，我们就选一个都可以的。好，胸前合十，掌心向内挤压，半蹲下来，five。Four, three, two, and one。好，让我们站直，向上伸展。好嘞，放松，放松。Good，好了，我们打开，放在你的大腿上。我们向下，主要是强壮你的大腿啊。上身要立起来，不可以向前。No，一定要。把你的背伸展起来，好，准备好。好的，90度哦，也是5次。Five, four, three, two, and one。呜，这个位置很酸，很酸，很脏哦。感觉到了吗？哎，我们这一组整个练习都是非常的，很辛苦，很强壮的，对你自己也很有什么挑战，很 challenge 你的。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们每一组每个动作都是强化我们身上所有的肌肉，还有我们的呼吸和我们的伸展，包括伸拉各个部分。我是把这些综合起来了。好，那么分解动作呢做完了，但是呢，在结尾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美美的，我用一个非常美妙的 music 呢。把这些动作呢，connection 连接在一起，好吗？就是一个非常美的音乐。我们的之前跟我做过的小伙伴都已经很熟悉这首曲子了，啊，是我们中国的一首非常棒的一部电影啊，动画电影叫《大鱼》，啊，非常美。那现在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整个呢3分钟。3 minutes 就完了啊，
来，加油！先等一下，我来给大家放一下音乐 ，play music。稍等一下哦 ，wait moment 啊，准备好了啊 ，good， 请稍等片刻，我把这个音乐连起来。好，现在我们要开始听 music 了啊。很美的音乐，音乐真的是很美，我很喜欢这个音乐。希望在下课前跟大家一起来。
才呢，我们连起来练一遍。我刚刚还看到有新来的小伙伴进来，那么大家如果还有兴趣再练一遍的话呢，请大家打一个一或者一个六，说我们还要练一个完整的一遍。如果你们有兴趣，还可以练一遍，有没有兴趣啊？有没有兴趣再连起来练一遍？有的话呢，给我打一个一或者一个六。Yes, OK, 我看到一个，还有没有？走千里说是可以的，还有没有？我需要小伙伴们的肯定。大家还有没有想再来一次的 ？Again, yeah, 我看到喽，六六六 ，six six six 名的 again, 我们再来一遍 ，one more, OK, 好，音乐 music 好不好听？好听，好的。好了，我们再来一遍哦，这首美美的，特别美的大鱼，好听，是的，真的很好听啊！我今天呢会发到群里面给大家，哦，是我录好的啊。
到了爱最初的笑容。好。